绩效才是检视专业的唯一方法，真枪实弹的操作才是王道。亚洲投顾杰帅老师，股票、期货、选择权全面开放试戴，先成功再成交，先成功再成交，一试成主顾。报名专线0800-370-888，0800-370-888。有功夫就会有财富，欢迎收看功夫期货，我是期王杰帅。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要学会技术分析战胜期货，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扫描影片中的 QR Code， 或者透过 LINE ID 直接搜寻小老鼠 A957， 小老鼠 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请各位朋友务必记得帮我一个忙，请记得帮我的影片按赞、订阅以及分享。要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呢？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左下角的地方有一个按赞的符号，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给杰帅点一个赞。要如何订阅我的节目呢？右下角这边有个订阅的小铃铛，同样的，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好的，今天是2024年的11月12号，台北股市现货以及11月期指在今天开盘开低之后呢，先反弹，然后再往下杀，形成了一个上冲下洗的区间震荡盘。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11月期指今天的行情变化。今天11月期指开盘呢，开得非常低，开在23013，而最低点就在8点45分的时候出现，叫22983，这是今天的最低点。接着行情呢，先反弹上来到今天的最高点23242，再往下灌杀到23020，整个当冲区间呢有259点的行情。但是行情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行情从开盘开低之后反弹上来这259点，以及往下杀的这222点左右的一个行情，两段行情加起来大概是480点左右。那么要如何把这480点的空间变成真正的钞票？当然最关键的就是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你到底是站在多方还是站在空方。如果今天开盘看到重挫又去追空的话，不但今天第一段行情赚不到，反而有可能被扒一趟。扒完一趟之后来到高点，你以为行情会开低走高，然后在这个高档地区再做多一趟，接着再被扒第二趟。所以这种情况啊，投资朋友常常会遇到。为什么常遇到？因为当你第一笔单做错的时候，比如说今天的第一笔单你早上去放空，当你发现第一笔单做错的时候，糟糕了，这时候赔钱的，你的心里一定会慌。当你心里一慌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把这个赔掉的钱赶快赚回来，于是就会乱做一通。这种行情啊，其实基本上是很多散户最容易受伤的盘。那么要如何在第一时间知道今天开盘开低必须要站在多方而不是站在卖方呢？这当然有技巧，等一下我会把这个技巧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还有分享。那当然台北股市在今天呢，好不容易在昨天站上23500点之后，今天又失守了，到底后市行情怎么看？我也会透过技术线型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好，讲到台指期的当冲操作，我说了每天早上一定要观察一下，这个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如果在五日均线之上，代表多方控盘；在五日均线之下，代表空方控盘。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首先，今天加权指数一开盘就跳空开低。开低了253点在五日均线之下，当然今天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今天是一个空方控盘的一个格局。但是为什么一开盘不能够放空呢？来，我们来看一下说明就知道原因了齁。加权指数开低253点在五日均线之下，属于空方控盘。11月期指开得更离谱，开低几点？559点。这一开盘重挫559点啊，产生了负乖离过大。我有没有教过大家？有。不但我教过大家，葛兰碧的八大法则也有讲过，当负乖离过大的时候啊，行情绝对会往上修正。所以这个开盘开太低啊，基本上是一个大捡便宜的好机会。因为开盘开太低，负乖离过大，它会产生一个乖离修正。乖离修正呢，如果是负乖离过大的话，它会往上修正；如果是正乖离过大的话，它会往下修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今天一开盘，你只要看到这乖离过大，基本上
以结算的功力来看的话，是不可能去做空，绝对会大捡便宜来做多，抢一段反弹，然后在这个高档地区想办法抓到这个转折高点之后，再来做放空的动作。这样的话，这一趟多单你也可以赚得到，这一趟空单你也就可以赚得到。那至于实战，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实战的精彩操作哈。好，这是今天的第一个部分，我要讲解的是为什么一开盘不能够放空，因为负乖离过大，所以要逢反弹做空为上策。那当然 MACD 的部分呢，在昨天好不容易已经回到零轴，今天又因为重挫的关系又再度形成一个死亡交叉。形成死亡交叉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呢？看一下说明就可以了。 MACD 的柱状体在零轴下方， MACD 跟 DF 形成死亡交叉，空方趋势没有改变之前，多单只适合短线当冲操作。那么 KD 指标呢，又再度的回到20到80之间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说明就可以了。KD 指标的 K 值、D 值、RSV 目前介于20到80之间，大盘区间震荡，压力就观察24000点哦，24000点哦，大概是23500到24000点之间，这有一个很明显的卖压。以上是今天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那我讲过了这份资料，我每天早上都会跟我们群组50000多个好朋友做个分享。如果投资朋友你也喜欢这份资料的话，欢迎大家踊跃的来索取。索取出这份资料完全不用花钱，只要你加入结算的功夫期货粉丝 Lite 团，你就可以每天取得这份资料，而且是免费的。现在各位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图卡中的 QR Code， 或者透过底下的 Lite ID 搜寻小老鼠 A957， 小老鼠 A957直接加入结算的功夫期货粉丝团，你就可以每天取得这份资料。那么第一次加入好朋友请注意一件事情哦，当你第一次加入我的 Lite 的时候，请记得要回复888三个数字，因为这样一来的话，你呢就可以在一秒钟的时间，透过这个输入888的一个方式，我们在一秒钟的时间把这份资料传送到你个人私人手机的 Lite 里面。各位，你们完全不用花费任何力气，也不用花费任何时间去找，我们会直接传给你。所以记得哈，第一次加入好朋友一定要记得输入888来索取这份资料。另外，这份资料我们每天早上也会在 Lite 的右上角的记事本里面，每天早上9点半会统一公布在记事本里面。那早上9点半的时候呢，我们群组因为有50000多个好朋友，所以他们可以统一在早上9点半的时候到记事本去看一下，到底结算张贴了什么样技术分析，他们在统一的时间，每个人都很公平的看到哦这一份资料。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记事本里面每天更新的资料。好的，那么学习技术分析最主要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以今天这个行情来看的话，学对技术分析啊，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有用啊。因为今天这一开盘啊，我相信有很多投资朋友看到昨天的台指期夜盘重挫啊，整个人都傻眼了。再加上今天这个台北股市一开盘啊，开太低，所以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今天这个盘完蛋了，一开盘跑去做空。那一开盘跑去做空的话，就代表你没有学好技术分析。没有学好技术分析的人，你就要学付学费，付学费的代价很惨，因为光这样一段行情上来就200多点，一口单你就损失了4-5万块，非常的划不来。但是只要像杰帅这样学会技术分析的人，不但不用缴学费，还可以轻松的拿到别人的学费哦。那所以学技术分析，你说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啊。当然这时候投资朋友可能会说，老师你是分析师，你当然要学技术分析，但是我们是一般的老百姓啊，我们有自己的工作事业家庭要照顾要忙碌，我们怎么可能像你一样学技术分析一学就学了30年？所以我说嘛，有些钱不要省，真的花小钱可以赚大钱。就像今天来讲，如果你真的可以开盘看不懂行情的话，你如果成为杰帅的家族成员的话，今天一开盘8:49，我们就直接抢反弹做多啦。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这个地方怎么可以去做空？已经开那么低了，你还去做空，根本就是自讨苦吃。所以杰帅呢，利用今天拉回的时候大捡便宜，我们直接试价做多。那为什么我会试价做多而不是放空？理由很简单，因为今天一开盘的时候负乖离过大，是不可以轻易的站在卖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齁，我们的call讯的内容。10月期指目前的报价23062附近，收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直接试价做多至少两口大台子，停损抓22953。这是我们今天全体期冲会员的讯息哦。所有人在今天一开盘没多久都直接去做多，而没有去放空。全体会员通通在23062附近多单进场，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子。那这样一来的话，早上23062做多是不是可以很轻松的拿下了反弹这一段行情？那现在问题来了，当这个行情来到23242的时候，我们的会员朋友要如何得知
这个地方必须把多单出掉嘞。来，其实这个高点完全不用猜哦。杰帅利用了多年的技术分析的经验，还有逻辑，再结合了 AI 人工智慧运算的方式，我早就研发出一套专业的操盘软体。而这套操盘软体，我每天都在跟大家介绍，它叫大探级期货系统。我说过了，做期货你不但要有专业的技术分析的底子，还要有一套专业的操盘软体。而我们这套大探级期货系统，它具备精算转折的功能。什么叫做精算转折的功能？很简单，每天台指期一开盘的时候，我们这一套系统它就会计算出每天当冲哦，台指期当冲可能出现的高点转折或者低点转折，算出高点转折的时候，是不是多单就知道要在哪里出？而算出低点转折的时候，是不是就知道空单要在哪里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会员还需要去猜测高低点吗？完全不需要。所以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要推广买鱼送钓竿的活动？因为我不但要给你我的扣讯，我还要给你我这一套精心研发出来的操盘软体，叫大探级期货系统。而大探级期货系统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它就已经计算出来今天可以预挂做空的价位，叫23223。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高点是23242，我们系统算出来是23223，这个地方要预挂做空，所以多单当然要在这个地方把它给出掉，才能够来反手做一趟空单，不是吗？既然要做空，多单当然就要在这里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做多停利看压力，23062做多，23223出掉，一共涨了322点。那如果你有这套系统，基本上你今天会在23223去放空两口大台子，所以放空的点位应该是等反弹再放空。至于反弹到什么价位要放空呢？我们的系统它会告诉你价位，叫23223。当这笔空单放空下去之后，来到了11:30的时候，我就提醒我们的会员哦，所有软体的操作点位，我们只做当冲，完全不留仓，全部在12:30就给它出清，然后呢，明天再操作。所以这个讯息再结合这个软体啊，今天是多空双向大获全胜。我们可以看到早上杰帅并没有去做空，杰帅反而是站在多方哦，23062做多，来到23223出掉的时候涨了322点，接着23223放空，来到了12:30的时候全部出清，23112补掉，再赚222点。光这样两笔交易，今天共计涨跌544点。各位，544点，我们去掉尾数好了，就算500点好了。500点等于10万块，10万块可以干什么？10万块可以参加结算一整年的会期，包含扣讯，包含软体，而且还有找钱。所以我说了，真正聪明的人，他们不会一直用自己错误的方法来挑战期货，他们会选择正确的方法来呢操作期货，而正确的方法就在你眼前，正确的工具也在你眼前，你只是需要一个决心而已。现在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成为期货的赢家，如果再继续使用你错误的方法，我告诉你，你这个会费不但省不到，而且会把会费输在市场里面。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继续做下去，因为错误的结果是不可能产生正确的，错误的方法不可能产生正确的结果，只有正确的方法才会产生正确的结果。你看一下我们的期货的操作，几乎每天都在赚钱，你还有什么好怀疑的？那至于会费，我认为只是一两天的事情，而且我说过了，我们的公司可以刷卡，这个刷卡之后你根本不用付任何现金，只要你在结算这边好好操作一天两天之后，把这些钱赚到之后，下个月时间到了再去缴这个信用卡的卡费，自然而然你就完全不需要从你的口袋拿出任何一毛钱出来，而且可以轻松的跟着杰帅的节奏来操作期货，然后轻松的每天呢都成为一个快乐的赢家，这何乐而不为？因此聪明的人他们会觉得花一点小钱，然后每天享受赚大钱的这个喜悦啊，是非常值得的。有兴趣的投资朋友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那当然这时候投资朋友可能会说，老师现在一口台指期啊，大台保证金竟然要30万以上，我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做大台，那怎么办？如果真的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做大台的话，我们就来做选择权哦。小资族仔细听哦，选择权是我帮助小资族所成立的当冲班。这个为什么这个市场里面很多小资族都喜欢来找结算？因为只有结算可以成为小资族的救星。全投顾界里面只有杰帅在带领投资朋友操作选择权当冲班。我之所以会成立这个选择权当冲班，当初的目的也是为了要拯救小资族而成立这个选择权当冲班。为什么选择权当冲班可以拯救小资族呢？理由很简单哦，请各位小资族看一下我们的做法。我们做的是周选择权的买方策略，而且100%当冲，没有任何流仓的压力。就算你的操盘资金只剩下10万块钱，也可以跟着杰帅来操作哦。
就算说你存十万块，你买当对结算来走，因为选择权买方策略一口选择权只要几千块而已，根本不到一万块，每个人都买得起。那我用空讯带单的方式带你进带你出。好，今天开盘的时候不能做空，要做多，对不对？要抢反弹，对不对？所以选择权我们今天买进了23300点的买权，我们今天买在哪里？63点，最高来到97点，很快速的这一笔单，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到最大的价差。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精彩的实战操作。首先，今天8:50的时候，11月第2周选择权23300点的买权，报价在63点附近。收到讯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直接买20口，买进20口选择权只要63000块。请问63000块这个金额有很大吗？并没有很大，而且呢，你绝对呢能够买得起，因为63000块根本就没多少钱。接着我们来看一下，8:50买进去之后，9:05瞬间来到97点，这8:50啊是在开盘没多久的时候买，然后瞬间暴冲到97点，光这样子一趟啊，各位不到15分钟的时间，你知道我们赚多少点吗？我们接着往下看哦，8:53的时候，选择权当冲班会员今天进场12月第2周，23300的买权63点的部位，我们不续报到收盘挂93点出场，各位93点能不能穿价成交？绝对可以，因为9:05最高来到97点，我们在8:53的时候就挂单，所以这个63点买20口，93点出掉23口，在短短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63000就变93000了。各位，10分钟，只有10分钟，就这么短暂的10分钟，你的63000变成93000。当你的63000变93000的时候，你的口袋就多了3万块钱出来。请问一下，这是不是投资报酬率将近50%？因为你只拿63000出来，竟然可以赚3万块钱，而这3万块钱等于你在10分钟之内赚到了大台指150点。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的资金，你的本金只有63000，竟然可以在10分钟赚到150点，这是不是一件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花一点点小钱来参加结算的选择权当冲班了，绝对有机会让所有的小资族东山再起，反败为胜。所以呢，欢迎小资族呢也来找结算，让结算的选择权当冲班每天出手帮你操作，每天带你操作，每天带你累积价差。久而久之，时间一久了，我们每天会出手，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很快的恢复你昔日的雄风啊！东山再起，反败为胜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欢迎大家共襄盛举，来一起操作赚钱。另外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结算认为在金融市场里面，实战操作才是王道，所以结算呢，现在呢全面扩大世代活动，请仔细听哦。这个世代活动的门槛，你的操盘资金只要100万的任何一个投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哦，参加这个世代活动。那参加世代活动要不要缴钱？各位请放心哦，我们这个世代活动呢，基本上是为了要帮助投资朋友，所以我们完全不会事先收取任何的费用。等你真的跟着结算来参加这个世代活动的时候，真正带单成功赚到钱的时候，我们两个合作的情况之下赚到了一笔钱，这些钱我会拿一部分出来来要求你参加结算的会员，你觉得这样子的话你会不会很乐意？你当然会很乐意啊，因为这一笔钱是运用了各位的资金，再结合了结算的专业，我们两个携手合作做了一笔单，所产生的真正的财富，真正的绩效。那这些财富，这些绩效，我并不会要求你全部缴给结算，你只要从中间的一部分拿出来，然后来参加结算的清代会员就可以了。这个叫先成功再成交。为什么结算要扩大这个世代活动？因为每个老师啊，在他的任何的节目里面都会说自己每天大赚，那当然光说无凭哦，这个很多人都被骗到会怕了，所以结算决定呢要用自己的带单的专业来证明我的实力哦，所以我说了，真正一个有实力的老师应该是像结算这样，完全接受投资朋友的挑战，完全公开的接受投资朋友来检视我的专业。检视专业为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实战操作嘛。如果不能实战操作赚钱，讲自己大赚，那鬼才会信。而且各位投资朋友，你们想过一件事情，过去你们参加过任何一个投顾老师，他们每天节目都说大赚，你们根本也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带你真的大赚的时候，你们就莫名其妙的缴了一笔会费给他。等你缴了会费给他以后，发现他的节目根本都在说谎骗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的钱已经花下去了，你的钱已经缴给投顾老师了，你只能摸摸鼻子自认倒霉。而来到结算这边不一样，我们是要先让你赚到钱，从你赚到钱里面拿出一部分出来缴交这个会费，这个叫先成功再成交，跟其他投顾老师是截然不同的。而只有这个方法，结算才没有办法骗你任何一毛钱。第一件事情，我们的世代活动不会事先跟你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件事情，钱完全你自己保管。第三件事情，下单的地方完全是你自己决定。所以请问结算的这种方法有什么理由可以骗到你任何一毛钱？完全没有可能，完全没有任何机会可以骗到你钱嘛。而且我们的期货股票选择权全面开放试代，有兴趣的欢迎直接呢来电报名。就像今天来讲，今天开盘是不是要抢反弹？你看一下我们盘前8:42哦，各位，盘前是指8:45以前结算，已经看到了一件事情哦。你看一下11月期指预估开盘价负乖离过大，有没有看到？开盘前预挂23030做多十口大台子，这个操盘资金有300万以上的，今天开盘前就挂单了，结果开盘价开的比结算预估的还低，刚好成交在23013做多十口大台子之后，行情冲到23242，结算呢怎么带出的？你看一下9:39哦，11月期指23013的多单挂23223平仓，23223就是我们系统算出来的压力点，然后同时我们再挂23223反手做空十口大台子，所以今天结算又抓到了两趟价差哦，然后这一趟呢平在23223之后赚了209点。再把它乘以十口单，总共赚了2090点，总为418000块。而418000块赚到口袋之后，我们接着呢，我们是不是在23223又反手放空下来？各位，反手放空下来之后，是不是穿价成交了？穿价成交之后，请你仔细看哦，行情最低来到23020，结算在10:40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会员，23223的空单挂23022平仓，先预挂停损一样抓23323，根本没机会停损，因为已经几乎空在最高点，23022刚好在最低点的附近，23020附近，实在是有够精准的哈、哦。这补掉之后呢，再赚200点，十口单再赚2000点，等于赚了多少钱？40万元。所以今天呢，只要你有资金，你愿意参加结算的试代活动，今天你会在早盘先做多，然后在高点再放空，总共赚了两趟。我们一起来算一下赚多少钱哦。如果你愿意跟着结算来试做一天的话，这个今天第一趟单赚418000块，第二趟单赚40万，总共赚了818000块。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有想过你的300万资金在今天做期货，你有没有可能赚到80万？如果你有这个本事的话，请你继续自己操作就好。但是如果你的300万只是放在那里，而不敢做任何动作的投资朋友，你更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报名结算的试代，因为你的一滩死水，你的300万资金光是放在这个你的保证金专户里面，而没有任何实际的操作的话，钱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只有实战操作，你才有可能看到这白花花的银子，它叫818000块。而恭喜今天呢参加试代的这个好朋友们，你们今天顺利的赚到这818000的时候，我问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愿意继续的来成为结算的清代会员，也很乐意的来缴交会费。这个就是先成功再成交活动它真正的精神还有意义存在。所以呢，这个方法就是要运用各位的资金，再结合结算的代单的一个专业，我们两个合作哦，共创双赢，你赚到了你该赚的钱，我们呢也很有成就感的把你正式让你成为我们的清代的一个会员。所以我在这边必须告诉大家，我的每一位的清代的会员都是先成功赚到钱之后才会办理入会手续，在试代的时候我们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要怎么样报名试代活动非常的重要齁。首先我们的股票期货选择权通通开放试代，结算有两张齁分析师的执照，一张是期货分析师的执照，一张是证券分析师的执照，光这两张执照结算的股票期货选择权都可以带。那么 LINE 的好朋友请仔细听，我们现在 LINE 的群组里面有5万多个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说每一个人发 LINE 讯息来，我们每一个都用讯息的方式回复你，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小编的人数有限。所以 LINE 的好朋友要报名的请直接留下手机号码，由专人呢详细的来跟你说明哦，专人一对一详细说明最快速了，你根本不需要呢浪费任何时间在那边打字，我们也不需要花费时间来回复你，直接留下电话号码，由专人亲自来跟你说明，是最快速最有效率的方式。那么如果你在那边疑神疑鬼齁，来在那边有戒心很重的，你不愿意留电话的投资朋友，就请你不要来打扰我们齁，我们河水不犯井水，不留电话的请勿打扰齁，在这边说清楚讲明白。那么有一种人结算最喜欢，就是够干脆够直接的人，他们相信结算，也愿意给自己以及结算一个机会，他们会亲自来电报名试代。我们的报名试代电话是0800370888，0800370888。
我再讲一遍，结算这个方法不可能骗你任何一毛钱，因为世代不会事先收费，钱你自己保管，下单的地方你自己选择。而世代不事先收费，等你真的世代成功赚到钱之后再办理入会手续。所以我要在这边告诉大家，你参加其他老师也许要考虑会费的问题，但是你来找结算，会费绝对不是问题，因为我们不会事先收费，哪有什么会费的问题，对不对？现在期货选择权全面开放世代，而且不会事先跟你收取任何费用，在这里你还有什么好考虑的？还要再想什么东西？这么好的方法你还不来尝试？人生只有一次，你自己的方法赚不了钱，就要试试看别人的方法，不当 TK， 你知道吗？保证由我结算本人亲自带你操作，先带单成功赚到钱，再来成为正式会员，先赚钱再成为会员，先成功再成交。报名专线0800-370-888 0800-370-888，欢迎各位有未来报名试代，让我们一起共创双赢。好了，今天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直播就进行到这边，祝福全国投资朋友操作顺心如意，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每周一至周五准时收看虎栖东森财经新闻 YouTube 直播节目《东森期货》，由期货大师杰帅教您硬底子、真功夫。绩效才是检视专业的唯一方法，真枪实弹的操作才是王道。亚洲投顾杰帅老师，股票、期货、选择权全面开放世代，先成功再成交，先成功再成交，一试成主顾。报名专线0800-370-888。0800-370-888，绩效才是检视专业的唯一方法，真枪实弹的操作才是王道。亚洲投顾杰帅老师，股票、期货、选择权全面开放世代，先成功再成交，先成功再成交，一试成主顾。报名专线0800-370-888，0800-370-888。